去吃早餐，没到点，没有到点，那你要去干嘛？吃早餐了，我刚讲了，然后，哦 ，OK， 现在是8:19，那现在就是要先联络人，就是更改一二一，对，然后现在他在等过来，然后等他过来开门这样，对，这样，好，你好。希望这次活动非常成功，那像不要太紧，太紧张吗？有一点，再看一下场地好像有点小，兴奋吗？啊，兴奋吗？好，兴奋又紧张。希望我等下不会跌倒，我希望我等下不会撞到别人，我希望我等下不会跌倒，我希望你好多希望，是不是你想那么多幻想？很紧张，很紧张，你很怕把这事情搞砸吗？但是没有效果，没有效果，你只要把这边当火腿肠表演就好了，在任何医院，在医院全都用好了，然后应该都准备 OK 了，大家就放心跳就好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装扮？然后我要这个装扮，因为我怕有人认出我来。我这个时候快点加入，不加入的话你就跟跟哪个社团？哎呦，刚刚他泡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来，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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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时间没有退后，不能停，不能逃，没有害怕，没有懦弱。其实早已千疮百孔，不能躲，不能闪，绝不啰嗦，绝不放手。我的时间没有退后，不能停，不能逃，没有害怕，没有懦弱。其实早已千疮百孔，不能躲，不能闪，绝不啰嗦，绝不放手。刚刚各位可以看到这位叫做刘志军的主观生，他的脚程非常的好。好了，刚刚那个其实是为了舒缓我们紧张的情绪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东西。对，现在呢，我们的行动就要开始正式了。阿宅是一个沉溺于电玩动漫的华夏世纪资优精神。一天，他拿着手中的新生导览手册，漫不经心地走在华新街144巷上走。就在那一刹那，一个体型非常壮硕的体质，身上还穿着小强精神的体质，突显了他们两个的邂逅就此产生。就在灯按下的那一刻，阿宅他撞上了体质，突显了啪，猛烈的巨响，阿宅身上不知道断了几根骨头。妻子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他身上那一件小强精神的衣服是10年前他阿嬷临终前送给他的。他竟然非常的恼怒，他竟然拿着手上那一根非常粗的木棒就往阿宅身上毫不留情的切下去，打去，啪一打。可怜的阿宅无力还击，就在阿宅快要不行那一刻，同乐帮一伙人就奇妙的出现啦！加入同乐帮，同乐有两位参加。OK， 其实呢，被同德邦这一股不知死活的精神给吓到了。
觉得他不应该自己要那么怕，然后把一个人送倒在地上。对，真的很不好意思。OK， 回归正题，华新街事件一周之后，阿宅集体便加入了同德帮，并正式在学校成立了华夏同德社。同时呢，同德社的成员们便相处相持，互相撑腰，过着多彩多姿、幸福快乐的大学生活。音乐吹到底，音乐。非常的尴尬，我们可以发一点反应都没有，连麦克风也要作祟。OK， 好，不好意思。那现在呢，就是阿宅他倒在地上，痞子非常的生气。于是他拿起左边的棒子，就要朝阿宅身上打过去了。结果打过去了，快打！好，就在阿宅快要不行的时候呢，洪德正就奇妙的出现了。快要归空了，你知道吗？ OK， 不好意思。好，那么呢，痞子呢在发现同德帮不知死活的那一股气势，但又想要救人的态度，他发现自己做错了，他无眼见华夏的乡亲们。
非常的捧场，旁白太感动了，再跳一次吧。好 ，OK， 好，大家好像都醒来了，精神非常的好，太好了 ，OK， 好，拉回正题。华新街之后，哦，等等，南四小事件一周之后，阿宅与痞子便加入了崇德帮，并正式在学校成立了华夏崇德社。从此呢，崇德社的成员们便相辅相持，互相撑腰，过着多彩多姿、幸福快乐的大学生活。谁爱了谁？